我们现在在这边呢，就是拍摄这个可口可乐的。平面的一个算是宣传照，哇哇，非常开心，因为其实MP 在去年就跟可乐，然后有非常多合作，然后巡演，那时候有快乐的昵称品，这次很开心就可以跟可乐合作。这很憋，那只会发生在凯凯，怎么发生在你呢？来下一个，有台湾金秀贤之称的赖世凯，给我一个新鲜的表情，来自新鲜的表情，对对对对，加什么油啦？加油！这是什么？加油啊！哦，那加95的，对对，快跑跑！阳光，阳一点，快阳阳光一点，要笑一个，不是阳，商选商选。Sunshine 吧，呀呀呀 ！Sunshine 是什么东西 ？Sunshine 就是 summer 加炫耀的意思，烂死，烂死了！这一出连 muscle 了，天哪！真的，你要检讨一下，干的。你是胖的。他胖到我都分不出来是凯凯是谁。凯凯有肌肉啊。哦，没有没有没有，凯凯比较松弛啊，而且他现在吃菠萝面包。你还吃啊你？刚才拍起来不 OK 的，现在人还在吃。哇，谁看是 NP 界的杨丞琳嘛？你看那么可爱。NP 界的杨丞琳。对啊。快露出你戴了三年的牙套，拆除了牙套，哇，笑得多灿烂！你看，我一干。快好啊 ！NP 界的 JV 啊。MP 界的六个人、对，就是那么会超傻，对，那去 MP 界的碧昂斯，来，我很好很好，真的 MP 五王，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下半身的男人，哎呀呀，不听使唤了，怎么会这样子？炫耀，喂，太好 Q 了。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MP 魔幻力量。对，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这种手上拿这瓶可口可乐的广告呢 ？Yes， 对，就是他们现在最推出的活动，就是各种年份，它这种代表一些经典歌曲在里面。2012年呢，有其中一首代表歌曲就是我们上一张专辑的《射手》。是的，接下来明年度。未来2015的代表歌曲就是 MP 魔幻力量新专辑的新歌。那要怎么样听到这首歌？哦，怎么样听到这首歌？首先你要到全省的 Seven Eleven 购买这个2015年的可口可乐。你是说独家吗？独家贩售，哦，okay，超级厉害，只有 Seven Eleven 有哦。而且其实我觉得还蛮科技化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上面有个 QR code。对，然后大家拿着手机呢，扫描这个 QR code， 好，然后就可以到这个，上线来，好，马上扫，扫一下，哎，谁传讯息给你？哎呦，这个 QR code 的部分，请扫，扫一，哦，扫描了就会到那个特定的网址呢，就可以收听到这首歌了，在这个 KKBOX 的音乐平台上面。嗯哼，好了，我们即将会到的 Seven Eleven 到一日店长，超店长干嘛的？要帮大家结账。哎呀，结扎。结账，哦，是先帮你结账，结账你结就好。哦，结账钱我要放在哪里？结账钱我要放在哪里？哎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当天购买这个可乐，对，而且只有限定2015这对。好吧，我们只能结这一瓶，其他的商品我们不能结。是这样子，我不接受。如果要缴费怎么办？缴费，缴费去别家 Seven， 对，去别家。那如果是购买 MP 的演唱会之类的呢？也可以在当场的 iPhone， 可以。好，总之呢，我们就是不见不散。5-4-5-4-3来，他们吓死，真的真的来，把你推倒吧，进去，好了，好来，来了，真的来啦，好，那不然这样子，好来，好了。好，很开心，就是MP 的射手这首歌呢，也变成2012的代表歌曲之一，走，走。不是要剪吗？就单剪这一段，你讲才。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持续的关注 MP 魔幻力量，期待 MP 的新歌，也继续好好的喝可口可乐。
小哥大。